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宝啊。欢迎咱所有的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依然是阿宝老师甲宝妹伫只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的代志，做务方面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6338601，好，马上来看一下承接副，以及讲到伊个火龙果哈。当然，火龙果呢是接到的这种镜头，图片上的火龙果这种镜头呢是最普遍的哈。来，老师来解释一下。哎，这个一般咱伫火龙果哈，这里各管定啦哈，那拄到这种落雨呢，啊是讲像这个有呢，大概拢会直接哈，得讲。因为天气，你若无小间加一下吼，我算讲尽量会当啊，卖吼伊去啊去淋到这个雨呢，伊就较容易吼，即出现这种呢啊，即通常咱咧讲的讲叫做湿腐病吼，即淡湿的烂这款的一个啊，这款的即情形伫咧吼，所以即多数吼，多数咱拄到的即问题，咱所看到吼，大概呢啊，伫因为进前种少吼，可能都无什么款的即个问题，但是即摆若是拄到落雨较济时阵，雨季。会幼果哈啊，甚至呢，到做大粒的啊哈，伊嘛拢会看到哈，即拢会啊严重的时阵，有当时啊，两三天内底呢啊，伊就真容易吼，迄、那个组织就会被破坏掉吼，所以呢，因为湿的时阵较容易发生。伊毋是细菌性的即个病害，那么即种呢，即通常的咱咧讲的吼，即个叫做湿腐病哈。那么一般通常伫即个伊。搁较许有时啊，你会看到吼，就是讲，那从无介严重的时阵吼，有当时啊，拄开始那是无介严，拄开始出来迄阵啊，你会看到伊那从疫病迄种吼，像许滚水烫着安尼吼，那么有即款呢，即个情形吼，所以即大概但是你若准讲家有家处理过啊，但是伫迄个各管顶吼啊，你会有迄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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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即。就像那种一个有安草皮条啊、草皮条啊这种哈、哦，那么这多数呢，咱看会到哈，这大概呢，一个大概都逃不离哈、哦，是这款的一个这个经营哈、哦，所以一般来讲哈、哦，这湿腐病也好，还是讲有多讲啊，这是这个炭酸啊，是什么款哈、哦？那么这你唔免给炭酸，其实还蛮明显哈、哦。那么你也当。去看到吼，即真容易吼，尤其呢啊，也有一挂这种类似像溃疡吼，这款呢啊，这种溃疡病吼，在落雨时阵吼，所以你也想讲做大一大呢啊，规个吼那种叫啊，都开始想叫滚水烫掉，这款呢这经营的咧啊，但是呢从咱条件没有传改，这是一点一点一大一大一大哈，那么这通常的真容易吼，真容易呢来改啊发生掉吼，因为这种这通常的含。有时候跟那个溃疡病哈、哦，这个溃疡病呢，这个有这个这种的这个溃疡哈，在各管定也造成一个斑点，甚至手术翻脚哈。那么这两种大概是咱在火龙果内底较容易去看到哈。所以一般来讲呢，咱咧用的这个药啊吼，你若总讲是较俗，这个那种叫滚水烫着，做大做大吼，这种呢，咱通常是会去用什么物件？咱咧用这个亚脱敏，对吧？啊，亚脱敏这类的这药啊，所以目前来讲吼，你讲啊，我用一支药啊要用哈，一般通常是拢会建议你直接用这个赛普富泰宁，因为赛普富泰宁是两种药啊去抗合，所以它有一个炭酸啊是讲湿腐病，甚至对这个溃疡喏，这个效果的。你这边用这个赛普富泰宁，后一边你就莫去用赛普富泰宁。好、哦，你小甲轮一下，比如讲你这边赛普富泰宁，那后一边呢，就用这个亚脱敏加这个德克利，哦，还是亚脱敏加代克利，哦，安尼一组药啊，哦，各一种来用。总共你这边呐是用这个亚脱敏加代克利，你后一边，你就用克乐净加德克利，哦，安尼拄啊好三组，即两三。吼，即两三组的药啊，通去用。吼，赛普富泰宁一组，即两种药啊，吼，亚脱敏加代克利，还是讲亚脱敏加德克利，即你去组合。你这边也是亚脱敏加代克利，你后一边的克乐净加德克利，哦，加分开，哦，你安尼来用。有的朋友讲，我要。
我较爱这种许哈三佛明啊，是百克明，我感觉这个物件呢啊，这个较好用安尼吼。那你那是要三佛明，要百克明，你就是甲亚托明换起来。啊，但是这种就是讲啊，比如讲你这边做亚托明，你后一边卖水用百克明还是三佛明来浪亏。我卖讲这边的亚托明啊，后一边百克明啊，还是讲百克明、亚托明、三佛明，安尼连锁安尼用吼，这个是不好的哈、哦，所以只要你稍知影者哈。那么一般来讲，咱伫这款呢，即即皇帝当中，那是看到雨水哈，即、哦、大概啊，甲基多保证哈，甲基多保证这种呢，然后配合即亚托明哈、哦，啊，即有一个皇帝的即效果啦哈、哦，就讲、是、当属先生来在即预防。所以你即内底有两种情况哈、哦，一种呢啊，即、这个一打一打哈，即哪种定点啊，肉加落一滴一滴这种哈。哦啊，然后有诶，已经有了减肥减肥吼，即、哦这个是一个叫做啊溃疡病啊，但是伫你加起来吼、哦，你迄个个加起来，迄只遐下骹迄个有一笪吼，迄、哦、种诶是湿腐病吼，即、哦、啊即其实讲即药啊，都会当改控制掉咧吼，所以即伫即个部分咧啊，当互你少做即即参考吼，伫、哦、用药诶时阵啊，一定爱注意即个药啊即即个轮替吼。那么咱真侪尤其啊，即、这个长新哦，即种溃疡病吼，伫落雨诶时阵，伊到底几条管定嘛？会吼，爱溃疡啦，钓钓伊会作成湿腐病，迄即个许啊，肌骨啊，都一直黄，一直黄，一直爆起安尼吼。甚至有当时啊，高温诶时阵，伊会见日吼，好天了，爱会着啊，臭哒臭哒安尼吼。所以啊，这方面来讲吼，你一定爱注意吼，注意就是讲伫即个啊是涂骹较淡诶时阵吼，你注意钾肥即个利用吼，加肥呢，涂骹底啊薄薄啊，啊甲布一束啊，落雨啊薄薄啊。哦，啊，宝宝也是大宝，吼、哦，这一问题卖超过六公斤，啊、这个红咖喱啊，甲热一束啦，热一束啦，你有意想不到的这好效果，会讲，诶，含红咖喱有啥物关系？啊，都介奇怪，红咖喱咧热的时阵，伊就会当控制掉了，伊就，伊个。病咱有咧处理吼，药啊咱有咧用吼，啊当然的啊，较无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年啊较严重啊，比如讲你修剪刷的时阵啊，咱涂卡面吼，比如讲脏心吼，这些啊，你药啊拢来改这个喷喷的吼，啊喷一寡这种类似像当剂这类的这个物件吼，在统计啊，这咱会当注意着吼，啊这尽量会当增加着伊的这个抗病性。哦，啊，伊就当有这款的一个啊，对这种恶劣环境吼，伊、哦、就靠一个这抗性的嘞，吼、哦，所以这当我男好朋友吼，少、哦、做些参考哈、哦。嗯，好，来63386016338601，淮南乡机边的乡亲，有住宅使用上的代志，这部方面无清楚、无了解，拢会当卡可以转线哦。好，再来看一下艾迪。艾迪要请教阿爸老师的问题，就是讲，伊吼有迄一个灰狐狸款吼，就是他的这个小，哎，应该是小番茄吧吼，对，番茄的照片吼。老师伊讲，伊的灰呢地头吼拢有隔吼，算讲地头到隔离层吼，拢是安尼，是不是讲伊遐吼，里面温差会高，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色素内底呢，你是哦杀着。几度？透早14度，还是讲这是灰霉病，还是有欠缺什么款的元素？首先，伊也较容易吼，就是讲啊，伫即、這个啊灰吼，并讲诶较容易落吼，即、通常呢啊，咱第一题就是讲伊，尤其吼，你喺伫迄个。讲诶花梗哈，是即嘛是花梗，后摆变果饼啊。伫即款呢，即个情形之下哈，即通常呢啊，咱也看到即个问题多少含什么有关哈，多少含即个啊缺硼有关系。哦，这缺硼也出现到即、这个，伫迄个花迄个所在，你啊，爱得较容易呢，有一个即个落叶，吼、哦，即、这个然后即个花呢，啊，得较容易，吼、哦，即、这个。容易掉花吼，或、哦、者有落花这款的这情形吼、哦，所以呢，这点爱稍来来这注意着，你讲是不是有这个花霉吼、哦？啊，目前是看较未出来吼、哦，所以但是呢，如果伊那是着这个花霉病的时阵得手吼、
啊，伫要黄进前，你会先看到有一个这种灰色的一个啊，有一种那种鸟屎眼毛吼，咱咧讲的鸟屎眼毛迄种哈。那么也是讲定点定点，啊，你这贵的迄、那个。啊，这个花梗哈、哦，这个花果的这所在，规个拢黄起哈，所以呢，这应该不是这个病害哈、哦，不是病害来给啊来给这个引起哈、哦，这应该是含啊有足大的一个这个关系哈、哦，比如讲温度哈、哦，那么温度当时啊，就是这个高温哈、哦，高温的时阵啊，是讲你点火迄个时间点了较慢哈、哦，那么伊就较容易呢有一款呢一个这个情形的嘞，那么日时哈、哦，日时32度透早14度。十四度对于番茄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哈、啊，这不会是伊袂去寒着。伊即马上惊就是讲十四度升到32度，这个速度是不是足紧的？哦，比如讲啊，你这个温度咧升，那是升足紧的，咱都袂使让伊升了较紧，所以边仔通风你都爱家注意者，因为一般这温度升悬诶，升了足紧的通常都是密闭哈、哦，你伫一个密闭的一个。啊，较协调的这种的这空间哈、哦，那么伊就真容易呢来改伊，来改这发生，好、哦、发生的这款呢一个啊，这个问题的嘞吼，所以这可能伫即个家呢必须要和咱好朋友啊小做这了解吼、哦，所以这表现出来应该是含啊含这个缺盆有足大的这关系，但是呢啊至于怎么样的缺盆吼、哦，这通常就是这个温差哈、哦、啊，伤寒、伤热、伤大、伤淡，但是你这个寒还不至于哈、哦，但是啊温差较大哈、哦，所以这应该是含盆哈、哦、啊有一点点。这个啊、算比较容易哈、哦，容易出现的这问题啦哈、哦啊、所以表现出来是缺盆，但是是安怎的一个这个缺盆，是不是你这站啊，有诶要做丁还是安怎哈、哦？啊，你有去改控制哈、哦、啊，稍微去控制它去病工啊，追分哈、哦，追分的这个抑制哈、哦，这啊进入可能哈，进入可能呢，那么的较容易哈、哦，这产生的这种的一个落花落果的一个。啊，这种情形哈、哦，所以这个看起来哈、哦、是这款的这个很凶了哈、哦。那么一般那是伫这种情形的这个发生的时阵呢，啊，必须要稍来改这注意一下哈。啊，缺盆常通常因这两个难兄难弟哈、哦，缺盆跟缺钙呢，啊，就容易做会哈、哦，很容易呢。啊，这个东西来改这出现吼，爱、哦、的造成伊啊，这营养元素供应吼，都、哦、较无同样哩好，所以啊，伊都较容易有这落花的这款的这现象哈。那么伊这个花变黄哦，这通常啊，一定爱稍注意者哈、哦，就讲、是真济啦哈，真济拢含这个盆有足大这个关系哈、哦、啊，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哦、那么，伫缺盆的一个欠盆的这环境内底呢，啊，伊通常就需要注意者吼、哦，有当时啊，迄个叶啊吼，新买的那种，叶啊变安尼，看叶啊较高高吼，啊，作成小长吼，小面的那里，甚至有当时啊，这 QQ 吼、哦，啊，这种爱细致啦吼，爱、哦、啊，一般来讲吼、哦，有当时啊，甚至像这个感冒病吼，伫、哦。啊，新买迄个所在是毋是？你会看到伊倒奶落，哦，照讲伊个人啊，圆圆，吼，啊，伊有一个奶一个凹落去，哦，尤其伫迄个血压病，吼、哦，还是讲含迄个灰哥啊，小做伙迄个所在，你是毋是有一个所在，那是叫奶落，吼、哦，啊，比如讲你即个有呢，有一点啊奶，吼，啊，这个较容易呢，啊，你看到，所以为什么要把甲你判断讲即个物件是即个缺盆？哦、啊，这原因是因为你的肌骨啦有小块奶，哦，这有已经奶类，啊，这奶类就表示讲啊，这个盆的这个量呢，啊，已经开始在不足，哈、哦，所以那一、啊、盆那是较无够的时阵，以花粉的活性，哈、哦，这个花粉管的活性呢，啊，就会比较容易缺，哈、哦，啊，所以呢，这可能爱稍注意点，尤其有当时啊，吼、哦，咱那是加肥用伤济，哦，即阵要做甜啦，创啥，吼、哦，啊，加呢，家操伤济，尤其后面。哦啊，操了伤过头悬，做甜做了伤过头嗨去啊！哈、哦、啊，做了伤过头太高兴哈、啊！这量伤过头悬引起的一个缺盆吼、哦，这种情形。
情很常看见、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这一段我们和朋友呢、啊、稍做一下了解到、哦、这大概是这样。那你和民生保、哦、但是至于是什么款呢，一个这个环境缺棚、哦啊、14度呢还不至于缺棚，但是32度、哦、比较热、哦、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适当呢稍、啊、注意一下，还是说注意这个水分、哦、我个人是认为说、啊、你这水分呢一个这个管理上呢要小心、哦、要小心一下、哦、那么不可以太过头，因为最近落雨啊，真多就讲啊，这水咧空较大咧，啊空较大是无唔对哦。你也当注意通风，但是呢啊，涂骹底这湿度呢袂使无够哦，这湿度呢较无的时阵啊，很容易哈、哦，真容易呢就出现这款呢一个这个啊，伊土棚呢较无法度让伊家己吸收的一个这个情形哦，所以。那么这里下来当个男好朋友好小周姐姐了解好、嗯、好来6338601 6338601，这是现定位电话，欢迎男雄亲多加利用哦。再来看一下张淑美，张淑美问问老师呢，有关这个苦瓜、哦、你看他那个相片，他那个这两张呢苦瓜都是、哦地上的茎部，就是说它那个茎部，但是要中央那个空、哦、算说空洞、哦、就是也特别的大，它要想请教老师说这是碳害还是茎部的问题，因为三分地呢有两层是这种状况、哦、这个一般就是说在一个我们、这一个较等呢，迄个名称啦吼，迄些同学叫做嫁接脂漏症啊，是虾米款哈？那么这同学是伫一个即、這个生长吼，比如讲咱嫁接的一个即个过程内底呢啊，也去拄着吼，比如讲你若是无接的，大概就无这种的这个问题啊。你有甲接过了呢啊，伊就较容易吼，伫即、這个。啊，这种嫁接苗的时阵吼、哦，有这款的一个这个情形吼、哦。那么一般来讲呢，总共伫细长吼，伫细长钓钓呢，那就很麻烦啊、哦。啊，伊伫迄个长头、迄、那个小节的迄个所在呢，啊，伊也可能吼、哦、的。以嫁接哈啊，伊嘛是会出现到这款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如果那是较大长一点嘛哈。哦啊，伊毛这款呢，一个这个情形，然后就是讲啊，伤过头大嘛是安怎吼？所以咱啊，一般来讲吼，一般来讲呢啊，爱小来该注意到这个环境吼，比如讲咱啊，是不是会当用一寡疫病之类的这药啊？吼，这系统性的药啊，伫樟头，迄个虽然是食啊吼，但是咱啊，樟头迄个所在你嘛是爱该啊，爱该这个。啊，过好势吼、哦，这啊，这通常是有这款的这情形啦吼、哦。那么这个伫真济这种啊，这个咱瓜啊类吼、哦，尤其是这种苦瓜啦吼，苦瓜嫁接因为伊个时间较长吼、哦，啊，所以呢一般来讲，咱就较容易呢啊，会去因为一般的时间较长。好，比如讲你像啊，伊一个这个你啊像一种叫做。小黄瓜也是伊个时间较短吼，所以一般通常是有这款的一个情形。所以，那么这个情形有当时就是咱食的时阵，因为咱用的是这个金瓜头吼，啊金瓜头下卡是空心的，哦，伊迄是干那顶管一块肉吼，它顶管遐有一块肉吼，来讲伊这个伫枝叶较起哩一只遐吼，你那是栽许搁较下卡一束啦，伊迄是到尾也是空心的吼。啊、所以有这款的一个问题，诶，去来解这个三星啦吼、哦，所以这你一定要稍来解这个、注意到，虽然讲咱是啊，这个嫁接吼、哦，但是啊，实际上这嘛是一种的一个啊，就是讲伫咱栽培时阵，还是会去遇到吼、哦，还是会去拄到这款的一种这问题啊。话讲这种是一个啊，这个叫做嫁接的一个不亲和的一个情形啊，是安怎吼、哦、啊？这是不是？有真正接还是这接袂过，还是这种啊？你也当去了解到，这一般吼，一般会出现到这种情形，通常是上过头在迄个温度，尤其有一个形容热人有啊，热人呢，咱有一个这个低温吼，这你那是形容一个温度较低啊，是安怎吼？这有可能吼啊，是有这款的这情形的嘞。那么甚至吼，甚至因为细长。
有当时啊，翘起是白日啦吼，但是你这唔是吼，这是较大长掉掉时阵呢啊，这种这通常有是一个叫做啊，这个叫做紫肉症吼，这通常是很难去避免吼，很难去避免这款呢一个啊，这个问题安尼啦吼，但是讲难卖伤侪长吼啊，这大概呢都较无这个问题吼，这有当时啊，你接起来了呢啊，这嘛是一个。在病原菌的一个这个部分，就是讲，迄阵伫咱咧种，尤其那是讲苦瓜接啊吼，这种嫁接苗的一个这个横林内底呢，啊，氮素呐真高的时阵吼，即通常这种病就较容易的一个啊，这个发生吼，啊，即你也是卖介伊啊，变讲卖介创个真好呢，这大概就不会吼啊，不会有这样的未讲有足大的一个这款的这问题啦吼，啊，即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个伫咧接的时阵吼、啊，那么有当时啊，就是伊用的这个金龟头吼、啊，变讲伊接的迄个时间有滴啊较，滴啊较熟起啊，伊较熟吼，较熟的时阵，伊迄度咧接的时阵，下骹都已经空光，啊，即摆若接过了，啊，伊通常都会发生着即款的一个啊，即、這个问题安尼吼，所以这个倒是有即个情形滴咧吼。那么这当我咱好朋友呢，小做者即参考了吼。那么目前这种的这个病害哈，那么用疫病的这个药啊呢，啊等于讲你嫁接苗，但是呢你用一挂这个疫病的这个药啊哈，啊来改这个做些这个啊做些这个处理哈、啊，这一般啊是会当哈，会当呢啊有滴啊较好小块呢哈，所以那、目前呢是有这款呢这个啊这种做法啦，啊有的就是讲啊我去啊接一个头，啊些一个头一个时间。过去哈，因为那个金龟头其实它已经早衰哈、哦。那么有一个时间过去了哈、哦，这时间过去了时阵，那、你会当伫有那边啊哈，咱真侪有会用那个啊这。因有叫做三品苦瓜哈，这通常就是伫横林咧啊，咱头啊一粒头边啊咧，佮伊做一个这个菜瓜头哈，啊来佮伊做一个这种的一个啊，就讲佮。各用一个蛋液啦，吼，各个接一个头起哩，啊，这啊用加用一个头呢去解腹咧，吼，啊，这对当去啊，伫这个大它大长的时阵吼，就是讲有一个苦瓜这种的一个啊，这问题吼，这为叫做紫肉症，为叫做肉紫症，吼，那么反正就是讲伊为迄个接的迄个所在，伊安尼改成。改成像一种连包菌啊、老卵这种的这个情形啊，是哈啊，会有这款问题啊，所以目前呢，都两种的这个做法哈。第一种呢，就是讲啊，你也当个改接一个这个上盖药，就是讲你注意疫病的这个防治哦，啊，卖水分卖收过头济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哈，真重要这个所在呢，就是你一定爱。小注意到讲啊，咱伫咧防治的这当中吼、哦，那么一定爱小心吼、哦，就是讲注意氮素卖收过头悬吼，卖互伊种生长吼、哦，这个收过头无平均啦吼、哦，这大概啊，当然咧来解这个做些这处理吼、哦，所以目前咧是有这款咧这个现象吼、哦，那么各一个做法吼、哦，各一个就是讲。伫边啊吼，因为佮佮伊啊靠接吼，靠接一个即个菜瓜啊，即、這个用一个菜瓜顶咧，佮伊靠起哩吼、哦。那么目前呢啊是有这款的即个做法滴咧吼，所以这大概这两种吼、哦、啊，目前是咱伫即个处理的这当中啊，认为讲效果吼。哦这个会效果呢会比较好一点点呢啊，这款的情形啊，即马真济哈，真济是会用一个，就是讲去用伫这个菜瓜哈，比如讲伊无用金瓜头，啊无用金瓜头，用这个菜瓜头的时阵哈，那么用菜瓜头有当时啊，
伊伫迄个所在，伊嘛安尼老暖老暖啦吼，即真济啊，即得较容易呢来甲伊，还是会吼、哦，还是会有一点啊，即、这个漏子诶，即种咱讲诶讲啊，即种计较诶考过有者，即漏子症吼，即款诶即情形伫咧吼。那么即种诶，通常是含伊咧食诶时阵吼，就讲、是、做研究起来就是，伊有其实伊食食有过，但是无100%过，可能就是讲啊有一半吼。哦是三分之吼，刚才接三分之啊，有改连接成功，啊，有一挂所在呢，啊，这个接无好势安尼吼，所以因即马咧接苦瓜，因拢会做记号去掌上接的上接的，然后去问看咩啊者吼，啊，这有一个这个有呢，啊，有一款做法吼，啊，即马有诶就是讲个加用一个头吼，啊，个加加创一个头起嚟呢，啊，看有法度通伊个效果安尼，啊，这其实有一点点吼，这效果呢，你较好些寡。我是感觉讲，那是会当吼，佮佮伊啊，一个面讲你定炸诶，你定炸诶，咱用金龟头对吧？因为金龟头较耐寒吼，伊阵较好整，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若用金龟头到热人这个时阵呢，啊，伊都可能都较容易诶，这个啊，这个漏子症这样呢，老暖呢吼。啊，所以你若准讲用金龟头定炸诶，你都要准备用一个药来佮伊来佮敷。好、哦，来个胡迄个啊，来个啊，要胡头的时阵，得用菜瓜，好、哦，得用菜瓜。啊，你若准讲伫菜瓜，哈、哦，菜瓜伫即个啊，咱用菜瓜头，菜瓜头较唔惊即种，较唔惊水，哈、哦，所通常伊就可能较靠冻，哈、哦。那么一般来讲，伊会用即菜瓜头的时阵呢，伫咱那是伫啊较入秋，哈、哦，伫啊较凉的时阵呢，啊，伊的问题就较侪。哦，伊可能就对于这种有人伤过头较凉一点嘛，伊啊，伊会这个冻袂掉。啊，伊冻袂掉的时阵，免怎吼，冻袂掉的时阵，你就必须要呢啊，佮改边啊吼，佮用一个较新的，因为伊较容易早衰。好、哦，这来解释啊，这款呢，这情形吼、哦，这当我咱好朋友呢啊，小做一这参考啦吼、哦，就是讲啊，只有靠安呢吼，啊，这目前佮伊看起来吼、哦、啊，伫嫁接还是有影响吼、哦，比如讲啊，真济差心。咩吼？正伊接考过时阵，顶批接吼，咱讲的差心。啊，即马伫即个大陆这边吼，因咧接的时阵，因咧都因为因用金龟吼、白子南瓜做接头的，就因为种较早，所以用白子南瓜做接头的机会较侪。所以因咧种咧接即个考过的时阵，伊毋是顶，伊毋是完全的顶批接吼。啊，伊其实是一个即、這个甲子叶下一半斜面靠接。哦，就是讲伊啊用斜面啊，伊下一半的时阵，迄块肉会流嘞吼，子叶中间迄块肉会流嘞，小可下斜斜个叶嘞吼，啊，即起来即种问题较少，但是伫大陆这边啊，不过看到吼、哦，看到因咧种的时阵，迄、那个时间拢无台湾遐长。哦，拢咱的一个啊，采收的时间拢对咱对袂到，哦，所以啊、当然就较少。其实有一种现象，但是呢，迄、那个漏子症的这個现象，但是呢，嘛无讲改明显，哦，嘛无讲改明显，所以啊、就较无咱拄到迄种的这困难。但是伫台湾呢，啊，可能咱时间啊这长，吼、哦，这個、问题呢就会哈、哦。那么你也当来用一寡这种这个啊，比如讲像联孢菌的这个药啊，吼、哦，这一般来讲呢，啊，就是讲你用一寡这个啊，依普酮啦，吼、哦，或者是讲米芬诺啦，吼、哦，这类的这药啊，啊，小改喷。那么这个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樟头的所在要顾好势，哦，这是有一定的啊，一个这效果的嘞，哈，最后你稍做一参考，哦。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call in专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来，接着来看谢佳玉，伊要请教阿伯老师的代志是有关这器官，伊要植哦，算讲直接来种的。啊！伊要种进前呢，要加点点啊玉米素、加农药来浸过，唔知影讲要用什么款的药水来泡较好。啊，泡过了吼，是爱用清水给洗过，还是讲直接甲浸落去个好？直接浸伫个田内底，啊，伊讲吼，菌根菌、培养土混合了后，是伫个田呢，乌切空。放一点啊，培养土，加籽吼，黏伫面顶，安尼够会用的吗？啊，垫落去的这种子呢，直接。用伊得利压水，安尼敢会用啊？还是讲爱等伊布下出来了，再过来使用农药？
这一般伫你摕到的一个即个果仔籽吼，这大概拢是有经过热风吼、哦、啊，比如讲是一个即个热风去甲伊啊去甲吹过吼，比如讲伊通常得头65度啦吼，65度的一个即个热风去甲伊风旋过啊，这最主要的是有一寡即种病害呢，当甲伊控制好势吼、哦。那么一般就是讲咱伫细长即阵呢。咱会去甲用即款的一个啊，比如讲像那是啊，你家己要点吼，即通常是用即个55度到60度中间的一个小水哈、哦。那么即个水呢，温汤浸肿哈，即、哦、水呢烧烧哈，你家己爱喜爱凉一下哈，即唔通用药哈，唔通家烫死去。所以你即马家己煮个下落，啊家拉拉拉拉拉拉拉，好、哦，即拉迄个温度其实55度已经足烧的啦，好、哦、差不多。烧水，咱就水落出来，迄种，比如讲你厝里闹，迄个，迄种叫做电热水炉，哈、哦，电的就水器，哈、哦，唔是加输的迄种，电的就水器，迄出来差不多是伫即个55度左右，哦，伊即一般因通常，啊，有诶热水器也较悬，所以你要小甲量一下，吼、哦，就讲就是即55度，啊，咱手摸落啊，未使足烫诶，但是是无在条摸啦，吼、哦，因为温度嘛是足悬诶，啊，你只甲放落啊，先甲拉拉诶，吼、哦，啊，甲拉拉伊即高温会当软化种皮，吼、哦，软化种皮，然后呢，即、这个温度伊慢慢伊就降落来啊，吼、哦。啊，降落来了，伊会降落来。你甲拉，因为水安尼甲拉拉拉吼，伊、哦、个温度足紧就降落来。啊，降落来有诶，那是差不多伫常温底下吼、哦，200度吼，即、哦、手摸起来未感觉会冰，啊，未感觉烧啊。即种诶温度呢，咱通常就是甲浸差不多4点钟。啊，你浸即个4点钟诶时阵吼，即、哦这个浸即4点钟诶时阵，你会当淋油啊吼、哦。啊，即淋油啊，即目的是要创啥吼？就是讲最主要伊拄发出来时阵有一寡，比如讲。啊，这个皮肤病哈，这类的这个啊，这种病害啦哈，还是像这个啊，咱一寡疫病哈，这国外的这个疫病，但是如果伊的经济呐是有处理好水，咱即马讲是顾无输赢啊，伊的经济呐处理好水，你用这个药啊哈。效果就没有一定的是讲这个100%的是一定有这个好处的嘞。不过咱咧用的是讲会去甲用的这只只吼，就是讲啊，你先浸啊浸出来了吼、哦，有个人的药啊呢，普克拉门吼、哦，还是讲沙文宁吼、哦，这类的这药啊，你会当小甲泡一下。好啊，这种呢，伊就较袂，这种较袂去钓，这个皮肤病 ，turning off 这种的一个病害啊、哦。那么有的人会讲，伊较爱用什么，吼、哦，这反正大家人有的讲啊，都用这个啊，咩达乐红叶粉啊，吼、哦，用红叶粉啊，甲伊泡泡的就好啊，这个也可以，吼、哦，这种嘛是会使，吼、哦。所以你看，你要提是要提这个红叶粉啊，还是讲这普克拉门，吼、哦，这大概这类的这用药啊，你甲小甲泡一下，啊，泡到3-4点。啊，这泡起来了吼，这个泡起来呢，伊泡3-4点钟就甲好起来，是不是？好、哦、好起来，休息的哈，啊，休息的呢，该放大一个，这个一般来讲，我呢该放伫这个啊，这个单面巾的这个所在哈，啊，然后该放伫一个一种单面巾。啊，有的人讲单面巾无好用哈、哦，所以通常也用什么物件，也用报纸哈、哦，这报纸有得水淡淡，然后甲盖的，啊，盖的那寒人爱。爱予伊照电话吼，差不多第二，爱差不多27度到30度，这个温度是上好的。啊，那无你就是，有诶讲甲放电锅吼、哦，这足侪做法，有诶人甲放入去皮，放入皮内底，甲加面皮，马仔甲摕出来吼、哦。啊，这嘛有人安尼用，啊，这通常就是讲。那拄着寒的时阵，你得爱加那无，你得热人唔免吼，热人你甲藏咧，大概迄个室温都拢超过啊，超过这27度起哩吼，所以小可甲啊藏咧，安尼过真袂过吼，比如讲你。在啊，甲浸浸的中道起来吼，啊，这个啊，小解砍的吼，啊，然后给伊晒一点啊日吼，啊，这啊晒日的目的是要加温啊，那无蛮免啦吼，他藏咧，嗯，到明仔安尼过一暝过吼，话讲啊，24点钟吼，这你安尼甲浸到明仔，你就会当点啊，哦，你就会当提出来点啊，尽量用点的，你就下晡较去点。
哦，下晡时去点，啊，下晡时去点有一个好处，伊日头较无遐咩吼，啊，即啊较袂讲随去见日就去互晒一下，去互揪去吼。那么这种诶，即个方式呢，当来甲伊啊，对着咱要来讲吼，变讲伫热人即个时阵，高温咱咧静诶时阵，那、啊、这个就没有问题吼、哦，你得安尼啊，有诶得甲伊袂，你袂使互伊迄个吼、哦，你若是自浸落，袂使放伤侪工吼，迄、哦、因为迄回归足紧诶，你到时阵。伊那是已经有幼菌啊，已经，卖讲幼菌啊，伊土白出来，土白都爱点啊。你等伊迄个许发芽出来吼，啊，你搁去种的时阵，就继续卖。哦，所以有个人讲爱等发芽，未使发芽吼，发芽足歹点的啊。哦，啊，尤其你若迄芽若较长吼。你甲拖叮当，有当时啊，迄粒籽呢，后盖吼，就容易破病吼，所以即小注意者，迄个时间你家己爱控制吼，会好些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因为迄咱安尼浸过了，其实是无看到完全的发芽吼，也看到土白安尼。有诶讲爱啊，两天伊就发芽啊，吼，通常两天。比如讲你今日用阿妈仔拄等拄有代志，不要紧啊，搁一天安尼可能要搁我都忍受啊。第三天你搁甲放一天，那放超过三天可能真歹啊。那有当时啊，那拄着无法多种啊，无法多种，阿要安怎？阿不啊，阿唔得要较紧的甲摕去冰箱吼，这经济爱用报纸甲包咧，哦，甲包咧，啊，甲落到冰箱内底去甲冰，哦，啊，甲冰咧，吼，伊迄个揪伊，哦，即个揪掉咧，就较无啊，伊就未过大了，迄筋吼，未脱了足紧的安尼，吼，啊，所以即互你小知影者，吼，即大概是安尼一个即情形，所以，其实做侪种方法，但是呢，啊，一般来讲，阮的做法吼，就是讲先甲伊即个啊，洗泡烧水，吼，即55度到60度，即中间啊，差不多10分钟，吼，啊，有的人是无泡啊久，吼，有的人就反正卖超过10分钟，啊，你若是10分钟，你就是浸内了，就爱一直甲拉，一直甲拉拉拉，啊，互伊去吹风，吼，啊，互伊温度较紧降落来，降落来了，你甲浸咧，啊，比如讲你早下用中昼，啊，中昼你再甲高起来，吼，都高起来。休息的啊，你浸的时阵，迄、那个水内底你得当去4点钟，有个人会浸到6点钟，4点钟是基本的。啊，即因为咱有用烧水，4点钟都够啊。你迄个内底得当加油啊，吼，一点点啊油啊得晒。啊，你当个加玉米素落去，伊咧啊，伊根吼，伊个种子啊吸收起来了，伊个发芽势会较好，迄、那个势较好吼、哦，啊也较紧起来。哦，所以即大概是安尼。啊，油啊，你得当用普克拉蒙，还是即个有个人会用即个沙温宁。啊，是用这个咩打热吼，这些东西晒哈。那么起来了吼，坑咧吼，坑裹起来吼，泡4点钟诶油啊吼，油啊水裹起来啊，坑咧吼，伊到马仔安尼拄啊好吼，拄啊好24点钟，马下晡你摕去点啊，拄啊好土白哈。那么要点的时阵，伫横林就是讲，你会当甲这个菌根菌含培养土敲做伙，然后挖一坑啊，这培养土坑落，只甲坑在这个叫管顶。啊，该砍的，安尼是上好的吼，即上要的吼。那么一般你是挖坑呐来扛的时阵，你可能一包即个菌根菌吼，会当敲两包的培养土啊，敲两包的培养土。啊，你培养土有时啊无一定爱买啊买迄种纯的迄种人纯粹育苗利用的，你买当啊，比如讲你一包泥炭土这种的吼，即、哦、个较好的这种啊，即、這个育苗专用的这土，啊你敲搁敲一包，就讲让伊迄个量较侪，迄个坑吼，因为咱咧挖的时阵无可能挖足细坑的嘛，吼、哦、啊挖咧啊，让籽呢会当保持伫即、這个啊培养土即个所在，因为伫迄个空间较清气，吼、哦、迄、那个空间较清气，啊底下先让伊先发起来。好，那么籽甲点落了，这一定爱啊，你一定爱当会当改。比如讲，你要压吼，要压这伊得利会使，你会当压水，啊，你买当个压这个伊得利，还是讲啊，你甲这个咱泡种子遐油啊，吼、哦，遐水呢，啊，遐拢甲搁有玉米素嘛，吼、哦，你拢甲用用掉，这嘛无啥要紧。好、哦，那么一般来讲，吼、哦，伫这个时阵。啊，点落了灌油啊，唔是必要的啊、哦。这通常就是伫三更伊出出来了，枝叶展平迄个时阵，吼、哦，就讲伊在许顶边啊，迄阵要灌疫病的油啊，吼、哦，你卡来灌。哦，因为咱有泡过油啊，啊、哦，所以呢，这大概是安尼一个来用啊。所以一般来讲，吼、哦，就是讲阮的做法啦，吼、哦，就是安尼，吼、哦。那么有的人讲这个，直播较好，有的讲这个直播较有啊。各有各的优缺点哈，这物件拢是无是啊，是完全拢是优点无缺点。
你那是生地吼，即块地即个意思值啊，无讲真悬啊，无讲创啥吼。你一边那整理，我会当先伫横面嘞，我会当先甲即个许呢仔啊呢先甲点好起来吼，我甲点好势吼，差不多14天左右我摕来种。啊，即14天我是不是得伫横面，我会当落去种地落去啊，做啥物工课，横头横尾吼，我有两礼拜的时间通好去啊，去当时去当时去进行遮个工课。哦，啊，你若是要直播，你一定爱做较好，做较好，你较来给点子，哦，啊，所以你迄个时间就会拖较慢，一速速啦。哦，但是这个直播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的图，那是你的横，那是依稀值较悬。哦，你就是讲减分带较重，你直播会较容易，较容易广告，尤其是热人，较热一点嘛。哦，因为你点的，伊一开始伊的仔啊，就足歹仔，就去适应这种较恶劣的这环境。哦，啊，咱那是伫血盘内底，吼、哦，咱血盘内底，咱啊，咱个高个足缩足水个，哎，佮个刷仔，佮刷仔伫迄个所在，你若刷无好势，吼、哦，这一定拢会无好势，小可去佮叮当着，即马佮种伫迄个土内底，伊培养土内底，伊已经适应遐尼好个环境，落伫迄个土内底，伫咱个横林个时阵，伊湿子较悬，佮拄着遐尼热，啊，原底。即去十四天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结果啊，去到产地的时阵，爱面临着社会一个残酷吼、哦，所以仔啊呢啊，通常会较会死。哦，啊，你若是直接点伊，就一开始吼，伊吐生出来吼，伊、哦、开始枝叶要展平的时阵，伊就去抵抗这种恶劣的这环境。哦，所以这样呢起来呢，通常伫那是高一息的时阵，伊有一个啊会比较好一点点。哦，所以这无绝对啊有的，但是你爱怎样吼，你伫横林啊，迄、那个水你爱顾好势吼、哦，你爱点点点吼、哦。啊，有的人讲我无可能去点水，我用阴的啊阴阴了就发臭。哦，所以这毛做这种的一个啊，这种伫广告上吼、哦，各有各的优缺点。啊，迄免烧钱，有的爱到达工里爱烧钱，真讲迄得爱直播，啊无就种袂起来，啊无就安怎？所以即水种袂起来，后一水呢改直播，拄好拄着天气凉。啊，你天气较凉一点啊时阵，暗时较无遐热，你有直播甲无直播，敢有差？无差，真正无差。甚至呢，啊，就是讲，你若讲大热，迄阵你要直播，这也不也无意见哦。迄阵迄硬硬卖你哦，硬要拼，这无一定。啊，你若是讲已经了较凉啊，从即马你若是要种这个果啊来讲，你直播感得一定得较赢，这个也无一定啦。好、哦，有当时你草呐处理了好势，有当时直播嘛会空卡巧啊、哦、啊，所以小注意一下呢就好啊，该去注意一下这要点啊，小注意一下。我相信呢啊，咱只要知影讲哦，伊个缺点伫对，啊伊个好处伫对，啊咱把这个啊好处吼，啊捡起来用，啊伊啊容易出问题这所在，咱袂咱知影嘛，咱知影咱得该伊。啊，控制掉了呀，对吧？吼、哦，咱就该控制掉了。控制掉了，当然就没有问题了嘛。好、哦，啊，这个会遇到这个困难，啊，咱就先该想咧等伊哈、哦。啊，这样呢，就较容易哈、哦，帮伊度过啊，这个拄开始哈、哦，比较较困难的这个环境哈、哦。嗯，好，来63386061，63386061。拄啊哈，410哈，不好意思哈、哦，因为你卡来时间，刚好题目都已经讲，如果410哦。马吉卡410，你还搁伫个手机边啊？那是不是麻烦你把电话拨打过来，咱个你的电话接一下哈？所以手机边的听众吼，有疑问、无清楚、无了解呢，拢会当卡咱的电话。好，来接听一下。喂，你好。好。四零，你好。哎、欸，你好。你好、欸。老师长妹，你好。你好。哎、欸，那个老师，请问你一下哈，因为我之前来嘿制裁啊哈。搁有一趟嘿藤皮蛋吼，啊，我是想说，啊还有一些那个新冠芽孢杆菌呐、啊，啊我是想说，买一些黄豆啊吼，来做那个发酵液啊，啊我已经有买那个一公斤的黄豆就是搭配一公斤的那个糖蜜啊加20公升的水嘛，啊那个新冠芽孢杆菌是要加几克？哎，还有个问题哦，老师，假如说哈、哦，假如说我们有，但是，我们的田地呀、啊、哈、哦，就是譬如说，今年的冬天要种韭菜花，好、哦，那这个，那我可
以说在今年二期的时候哈，二期稻子要割的前两个礼拜哈，我改放嘿心脏哑巴杆菌那个发酵液哈，改放盐肥啦，安尼这样子它对于是说它对于日后在种韭菜花的时候会不会减少白癜病的发生？哎，老师我这样讲听得懂吗？懂，嗯。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来，这个首先先解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20日的这个水哈，然后你20日的水，你应该爱用25日的汤啊，吼，还是30日的汤啊？我哋讲留一寡空间，无伊个，咱个迄个蕈状芽孢杆菌吼，伊个活性足好个吼，你会像咧开杀鼠安尼吼。啊，这是第一个呢，你爱小注意者。啊，然后呢，这个20日的这水内底吼，你汤米来用1公斤哦，然后啊，这个豆啊吼，豆啊大概也是1公斤啊，这豆啊吼，其实那是当去买迄种，那附近有迄种饲料，有吼，有人咧卖散迄种吼，啊，你去当去买脱脂豆粉。吼，脱脂的这豆粉吼，就不一定爱用豆啊啦，吼，不一定得爱用这个大豆，因为豆啊你得爱个啊，个个浸吼，个个拍吼，这加好如油如好啦，吼，这伊个效果会较好啊。有当时啊吼，像不少拢会较搬单吼，就讲啊去买吼，比如讲人个啊做豆奶的吼，在卖豆奶的，还是讲人个阿麦个伊叫伊因即马真济吼卖豆奶的有迄个无糖的。我哋就去买一罐无糖的，啊买一罐来用，吼，啊这生姜、生疏，吼，这嘛是会使，吼，但是上好，吼，最好还是脱脂豆粉，啊，为什么，吼，这内底就是伊个脂肪的一个这差别，不过。因为咱用的一个啊，这个量哦，5%的这个用量的时阵，一点啊脂肪哈，不算要紧哈，所以咱是该忽略不计，唔是讲啊，迄个都有啊。你啊是要追求一个较完美哈，就讲啊，你也当去买迄个脱脂豆粉哈，脱脂的这豆粉，因为咱要爱是要爱的这蛋白质啊，不要的是它的脂肪哈，脂肪啊，这个啊，这个热能的咱较不爱哈，这大概是安尼一个这种。差别哦，所以这当我男好朋友啊，小做一这个了解哦啊。那么这个困要下偌济哈，1000杯就会使20克，其实你嘛不一定爱个1000杯哈、哦。你若要发酵2000杯来用嘛，使。只是讲1000杯有一个好处就是啊，伊会当瞬间哈，迄下落了差不多。在2个小时左右，你就看到开始咧冒泡。4个小时的时阵，就像咧开杀鼠安尼吼。啊，6个小时的像香槟啊啦吼，吼一直布泡啊，你就看起来吼、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来讲，因为以菌数较侪吼、啊，所以啊，咧繁殖的速度会较紧啊。啊，但是呢，最重要吼，最重要就是讲你迄个菌的一个咱目标菌种较侪的时阵。啊，其他杂菌吼、哦、要过来吼、哦，要过来，迄个速度呢啊，一定要较慢些快吼。所以讲，等你要有咱这个蕈状芽孢杆菌已经发作济啊，是不是安尼？哦，咱已经发作济起来，所以伊迄个生长得去个抑制其他的一个杂菌的一个生成吼、哦，这个当下是。在这个培养内底吼，有这款的一个做法哈、哦。那么第二个就是讲这个。咱那总讲伫万当吼，万当其实，你那是有按算要安尼去做吼、哦，应该是处理这个处理这种这个蚊菇的时阵吼、哦，你得爱因为蕈状芽孢杆菌对蚊菇病吼、哦、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哈、哦，这。有时候这一定的效果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好果吼、哦，这真侪好朋友啊、有咧用，伊讲奇怪，不啊，我人万当吼，拢讲这个许安怎吼，讲这个许啊真蚊菇真严重啊。较早我嘛是安尼感觉，但是近2-3年吼、哦，我足少看到蚊菇病。哦，是不是听恁电台这个关系吼、哦，所以呢啊，我药啊用较早。啊，是讲了啊！我足罕去看到蚊菇，我就感觉那种蚊菇的主人，就拢罕去看。有啦，一半丛啊，但是真少吼、
尾啊呢去甲伊了解起来，就是讲伊拢会种各类菜，拢会种蔓啊，吼、哦，这拢会种一水各类菜，刷了的时阵啊，剁起来，剁了啊，伊即马较落去，落去爆产。爱格雷菜咧灌，伊种格雷啊，种这个啊花菜，种这个包白啊的时阵吼，伊个新庄芽孢杆菌是钙性，是免钱的安尼吼。你若看伊咧用新庄芽孢杆菌，你也感觉伊那种是免钱的。而且那个用吼，伊足骨力爱去个用，爱追丢的就这个后壁起来吼，这文膏就很少发生。所以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吼，但是就是讲啊，这块地内底你也是，比如讲你也是要。啊，因为文膏吼，最主要一个这个文膏病吼，啊，伊也是一种类似像菌核这类的一个，吼、哦，伊也有一个啊、是伫产地吼，会有一个一节从类似像菌核吼、哦，大概是这一类的一种啊，所以这文膏药啊含白罐的药啊吼。啊，有一寡呢，改性改性安尼吼，这种物件就是啊，其实他们有一点点类似啊，所以啊，你也是讲会当个即控制掉咧吼，啊，伊白癜病吼会稍微好一点点吼，但是咱你也是会当伫唔免讲到要采收吼，要刮迄阵吼，迄阵买病就是讲你咧伫即个进前目膏即只家，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啦。后边讲你万当咧补，你即个文膏，咱就用一半刀啊。后边讲啊，我按算过来要种即、這个啊韭菜花，吼、哦、韭菜花好啊。我即个时阵我就改用，吼、哦、啊，即个晒，吼、哦、即、這个产地呢，即、這个菌状芽孢杆菌较济啊，白癜病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抑制。但是你种落了，比如讲你。啊，你尽量会当较早用咧，卖讲到买手啊，直接较来用吼，即阵咧啊，效果会较差一撮啦。啊，佫一个就是讲啊、就是即个伫水流即个中间，你已经按算过来要种韭菜花，所以你水流即只只你加用一寡啊，即、哦、阵就先用。然后伊拄种落了吼，韭菜花即个栽啊刷栽了的时阵咧，对后壁即个菌状芽孢杆菌都爱管哦。咱若是安尼做即个发酵的时阵吼，足性诶啦，迄根本那个都不是个钱吼，迄、哦、真正是拢一点仔都就是敢若工钱尔，剩咧迄成本足低啊，你就加减用寡吼，啊，就该细长的时阵，你就该用，那你就会发现吼、哦，这效果呢很不错哦。啊，因为你如细长来用呢，啊，伊对着这种恶劣环境的这个抗性呢，加真好哈、哦。啊，伫观众之下，加咱真济即个好朋友啊，今年人大家咧讲即个啊，白罐吼、哦，啊，这种蒜头收了较无通遐尼好势啊，是安怎哈？哦啊，真侪呢，那是听开落，吼，因拢会发现讲，嗯，这个用呢，啊，感觉白罐真正有一定的效果，吼，啊，因为讲啊，有啦，得安尼用，改成袂歹，啊，确实就是这确实是有效果啊，所以后边一定爱啊，这个首先先预防，然后尤其对这个白癜病，吼、啊，这个、部分来讲呢，啊，不管还是一直甲咱听众朋友，哈，啊，特别这个强调，哦、啊，这种就是讲咱会当首先。先来给他做一个这个预防啊，相信伊的这个效果呢啊，对当给足好诶。哦，啊，你若讲有看呀，无介严重啊，较紧用安尼嘛是会使啊。啊，尽量就是讲会当较早咧吼啊，事先先来做一个这个处理啊，伊效果会给足好诶吼、啊，就和朋友小做一个了解，嗯。好，时间上的关系，两点钟的节目就先暂时呢进到这。听众朋友，若是还有疑问，我们一样，明天空中见，拜拜。